哦，鱼啊，鱼，你知啊？吃狗，唔吃猴，什么山顶？山顶狗唔捌看过海底猴，哦，最底看无一只烧。很多鱼没有。很多那个鱼的鲤鱼哈，鱼的鲤鱼跟鱼跟人的生活，都有关系。嗯。因为以前的人鱼开，用个用那个用那个鱼的。鱼的特性，嗯，哦，来的口色，还是讲来的颜色，咱人的个性，哦，哎，所以伊为了不要杂别的，迄个鱼的鱼，我拢伊的 Facebook， 哦，写的 YouTube， 我拢播出，传导到的鱼世界。啊，哦，鱼世界的意思，哎，你没有真正的抓鱼了哈。没有真正专业，因为我出自己的捕鱼世家。什么世家？捕鱼啊。捕鱼世家，啊，家里是捕鱼世家，那你没有抓过鱼啊？我不要抓，我去行船啊，跑船开钓具，开也有跑船哈，哦，开钓具哈。航海科，航海的。航海。我打航海。你是苏海的吗？那基海。基隆海事，基隆海事学校，海事大学，航海科，哦，航海科，哦，跑过船，是是是，你说从2013年开始画画，开始画，因为发现鱼快没有了，鱼快没有了，而且鲤鱼也快要消灭了，哦，没有人在讲，所以说我就把那个鱼。把那个鱼那个画出来，然后把那个鲤鱼跟那个鱼的结合在一起。啊，您能不能举一下您的画的特质？这个是2023年画的，他就是说，来，你站这边。他就是说把那个，你站这边，把那个鱼跟那个星座，鱼跟星座，跟那个啊，鱼跟星座连接在一起。哦，鱼跟星座还可以连接在一起，可以啊，跟人也可以啊。哦，跟人也可以连接，动物也可以啊。你看那边有，哦，跟动物。我们来那边看好吗？哎呀，他，哎，就是说可以，鱼可以跟人、事、地、物，哦，都可以，都可以结合。我是把它连接在一起。哦，鱼啊，嗯，那你说这边跟动物结合啊？对，要。动物在这边。这个是什么动物啊？鼠啊。啊，老鼠。牛啊。啊，牛。兔。啊，兔。龙。蛇。等一下。啊，这组啊。这个是。啊。啊。啊，忘记了，忘记了。别。来，粉丝忘记了。来，我注意啊！我注意。哎，哦，兔，龙，蛇，哦，今年龙年，对，哈哈，龙，蛇，马，这个鱼有关系，我那个结合，有关系没关系，没有关系，给它结合，变成另外一种景象啊，是是是。啊，十二生肖啊，啊，这猴子啊，狗，鸡，狗，鸡，啊，没有，这个就有关系啊，哎，这个怎么关系？它是海底十二生肖的啊，或者七刷，那老鼠，七刷，鼠啊，第一个是七刷，啊，七刷是老鼠，是那牛啊，哦，七。牛，这个是什么？牛。牛肝生。牛肝生。啊，这个鱼叫牛肝生。对啊。哦。这是虎鱼啊，虎啊。好。
啊，有像有像。土。啊。土鼓啊，咱台语叫做迄落土鼓啊。土鼓啊。啊。龙龙王殿。哈哈。抓。啊，这个龙马乌块，龙马乌。啊，抓。哦，这生肖龙两柱。我感到最大成就的时候，我要画那个世界最长的白玉图，69米。哦，那两幅图哦，69米啊，乖乖。啊，你说69米的叫什么？69米的叫什么？叫做白玉图啊。白玉图，世界最长的白玉图。哦，最长的。目前来保持记录的。哦，69米。69米哈，在南洋博物馆展览。世界最长的。白玉图啊。白玉图。哦，白，不是100两。白玉图。应该是下一个艺术了。艺术白鱼，有100条鱼吗？哇、哦，很多条啊！很多条，世界最长放在哪里？放在我家，我南洋博物馆展过。放在南洋博物馆？没有没有，展览过了。展览过，曾经在南洋博物馆展览过。有一个嘞，世界最长多少？69米。啊，多宽？我宽啊，我宽高了哦，长阔这个就是九米，还、嗯、高不到80米啊哦，80几公分，八十证书。那我们市长陈启清给陈先生另外准备的感谢，陈正盛先生，艺术家陈正盛，他把鱼跟12生肖结合在一起。所以呢，欧鱼它是我们台湾两大黑金其中之一，陆上的黑金那龙仔嘛哈，黑高。金嘛，哈、哦，哎对，然后海里面的黑金就是咱的鳌鱼，哦，那谢谢苏理事长分享好多好多他小时候的记忆故事，非常感谢。我们补充介绍一下，洪七公，艺术家刘树林，刘艺术家，掌声欢迎。接着我们介绍新议员庄淑如专员，以及邀请我们的官员上台为我们分享，掌声欢迎。谢谢狗母们，谢谢我们的主持人老师。那宜兰市兰一中宜兰馆啊，昨天也一档期25档，昨天也开展。今天我们城东一郎又是这个月又是第113年第一档，也是今天开档，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开心了、啊。整个的艺文这个气息啊，整个好像感染了整个宜兰市城啊，城市里面啊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。感谢大家。那今天的档其实跟过去每一档都不一样。对，哇，今天的颜色很缤纷啊、哦，真的，一进来就哇，好亮的感觉哈、哦，整个气息通通带动起来哈、哦，非常非常的有活力。那我其实啊、哦，这个幸福一世年年有余，下得真好，因为幸福一世就是我们的 logo， 我们最主要的那个诉求哈、哦，让整个宜兰市都可以很幸福，所以幸福一世。那船老大，我也会觉得很哎，为什么叫船老大？嘿，这里哈、哦、下板好下得真好。比如我了解讲，哇，我的陈老师艺术家，陈正生艺术家，原来就是咱头城人。哦，一世人拢与海相伴，所以他非常了解我们海洋世界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今天又来现场，又更了解。哎，这是我们干单嘞。这一档还有什么12生肖，还有我们的星座，12星座全部都把它定定出来。哎，完全拢看不出来你是一个艺术家的。老师，你给我看起来，真假？哎，谁看得出来他是个艺术家？哎，真的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，不是。哇，真假？不是。哎，真的不像，真的不像，真的不像哈。哎，今天呢，虽然宜兰人哦，真假拢出高人啊，真的是很厉害。特别
别我们南洋博物馆陈馆长也到，因为他南洋博物馆在斗城，所以特别来捧场，对不对？来支持嘛，哈，真的是非常开心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也希望透过我们啊，然后陈振正艺术家呢，能够来跟我们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个发想，为什么会去想说，哎，来创作这个新作的部分，水中里面所有的都可以把它展现出来，我觉得真的很厉害，真的很强哈。我们等一下来听听他怎么样来跟我们分享哈。其实最重要，他一世人拢敢害周慧嘛哈，所以他也希望说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水，对，保护我们的水资源，爱护我们的水哈，海洋世界。其实那里害保护呢，其实很多，为什么要办很多的净滩？就是有很多人啊，这些垃圾海垃圾，必须透过我们这些很多的社会人士或是民间团体来办一下净滩。其实我们的海是很漂亮的，而且是要很干净的海才对，所以我们必须要一起来维护我们的海洋世界。那透过今天的展览呢，我希望未来我们整个宜兰县的海岸线都会变得很漂亮，而且是希望我们全国的好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宜兰县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目的。那也祝今天的这一档能够呢展出成功，而且呢与会的所有好朋友们，大家都龙年大发，平安吉祥，祝福大家，谢谢。